黑白色系利落时尚女团 New Jeans 三号亮相首尔时装周，直到开始比爱心才总算搭配点笑容。五位女孩看似有些闷闷不乐，因为 hype 内斗持续燃烧。他们的经纪公司 Adore 上周召开董事会，突然开除明熙珍的老板一职，虽然仍可以负责 New Jeans 的制作，但合约数却只有2个月又6天。明熙珍批评太荒谬，董事会声称都是为了 New Jeans 做的决定，根本假象，舆论炒作。与 New Jeans 合作过包括 Ditto、ETA 多首 MV 的导演申宇硕也扫到台风尾，他透露 Adore 要求删除相关影片，合作的影片之后也都无法公开，且他们所制作代表粉丝视角的 YouTube 频道也下架。 Adore 则声称只是提出停止上传导演版影片的要求，而后者本就不能擅自上传。Hype 再度与敏熙珍杠上，让粉丝都很担心。不止 Honey 分享自创曲，希望能抚平粉丝的伤痛。Daniel 也在官方 App 表示，代表被解雇后各方面都很辛苦。有阵子他的状态一度很崩溃不安，也说自己没有一天不想念粉丝，一直想展现出幸福的面貌。明子也发文，很想说没关系，却没有那样的自信了。即便只是说好的事情，也无法填满大家的一天，又何必要经历这种不必要的辛苦，坦言很郁卒，抒发心情，粉丝也替偶像们打气。 TVBS 新闻周凤红体态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